旗下艺人纷纷开始出 solo， 女团 FX 成员 Luna 也即将发行自己的专辑。最近公开最新的宣传照，大秀苦练多时的健身成果，纤细手臂、小蛮腰，还有那张越来越精致的脸，这真的是我认识的 Luna 吗？对照刚出道时 ，Luna 的眼睛明显拉长，鼻梁好像也变得高挺，五官简直焕然一新。韩国网友直呼别再修了，认为原本已经够漂亮，不需要再进场维修了啦。